喂喂喂 ，Winky， 你唔系谂住试上嘴啊？梗系啦，唔试上嘴，点知啱唔啱我啊？而家唔使噶啦。咁我可以拣自己想要嘅颜色质地，等我用呢个 mood 色先。我想试下橙红色啱唔啱我啊？都几好喎，原来呢个色咧。佢仲推薦埋我個唇膏品牌添。呢一度咧，仲有選擇係而家流行嘅妝容。咁佢咧就會幫我上埋眼影、胭脂同埋推介嘅唇色。呢個就係 AI recommendations 啦。咁佢咧就會根據我嘅面型。做出覺得啱我嘅妝容，同埋一啲俾我嘅推薦化妝品。大家覺得襯唔襯我啊？笠咗個眼影先。原來呢個型號嘅唇膏都幾襯我喎。剛才他就推介我用這個唇色，現在等我試一下查上去是不是真的跟他 AI 出來的一樣先。試完之後呢，我覺得他的 AI 效果和實物試出來都挺相似的，不過呢暫時大家在手機上面就沒辦法玩到，一定要去廣東道 DFS 的分店才有得玩的。拜拜。